肖战、王子异等流量明星负面新闻加深，流量会在2020年被终结吗？王子异也同样从韩国回到北京，被曝没有经过检查直接回到所住小区。如果把流量明星登顶看作是黑天鹅事件，第一代流量鹿晗是因为坚持恋爱公开，第二代蔡徐坤因为 NBA 新春推广广告惨遭调侃，这两位开始变凉至少还跟自己的选择有点关系，充其量可以说是拿错剧本。而这次新一代流量肖战，他的粉丝先是洗版了庆余年，现在肖战居然被他粉丝的行为反噬了，想必这次他自己和经纪公司的内心也是几万只草泥马。 TFBOYS 似乎成了一股清流，虽然王俊凯在最近北影的表演作品上古密约中一样一言难尽，王源在王牌对王牌的综艺中顺风顺水，易烊千玺经过了长安十二时辰少年的你得到了三金之一的香港金像奖的最佳新人和最佳男主角提名加身，这或许才是流量明星心中所属吧。